姐姐能帮我们拍一张？好，那我帮你们拍是吗？Hello。哇，印嘉宾皮衣，哇，飒女哎，感觉是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何雨欣，今年22岁，音乐教育工作者。在我的认知范围内，并没有觉得牡丹是一个贬义的词性，因为我是个很慢热的人，我比较喜欢宅在家里，没有渠道去认识可能适合我做伴侣的男生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刻意疏远他。如果现在的话，我看到一个人，我特别的心动，我应该会去尝试一下。好，这是新人吧？是吗？新人，咱就别在意这个了，好不行？是新人，不是认识的。Hello， 你们上来吧。新人，咱仨在这站着背着拍一张吧。我要在最左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谁去拍呢？这姐姐能帮我们拍一张？好，那我帮你们拍是吗？然后呢，咱们换着拍，好，没事。好。One piece。干嘛？还在我？就你仨有啥好拍的呢？我就想。我觉得弹幕上是不是会飘过一句话：“男人总是有颗少年的心。”对，就像孩子。我可以理解，因为大家都是看这个长大的嘛，尤其还在海边，因为每个男生都想当海贼王。我不能理解，我觉得哥几个谈恋爱来了就别把这个把动漫忘掉吧，行不行？哇，动漫很重要哎，你不想征服大海吗？不想。那三个男生，另外两个男生要摆那个姿势，你会拒绝？你说我不要摆，我要跟女生拍照吗？打不过就加入吧。走吧。这个打卡完成。哎，我刚刚是怎么过来的来着？他们那边好像不太好，咱们过去给扶他一下。走吧。你等一下，等我们扶你一下。没事，不是，我不用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不用。不，你需要。小心。没事。我感觉他比咱们还那啥。你这里你要扶一下。哦，扶你。谢谢。我好。我先过，我扶着你。谢谢。硕晨对他这么主动，绅士，比较绅士。你小心一点，我的妈呀！等一下啊，来踩着。来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发现硕晨还是暖。其实硕晨挺细腻的。谢谢。好，你过去，谢谢。忍着能过吧。走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等一下我们，我们三个老年人。天哪。哎，你看，硕晨，就慢一点，等一下他俩呗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走路比较耗尽了体力，走没电了呀。我觉得这个女生看起来活力满满。对，没关系，慢慢走。